好，开始录了。今天中午一样在家里，早上梅雨封面还是一样在下，梅雨封面好像还是一样在下。开一下灯呢，灯太暗了，光线比较好一点。梅雨封面还是一样在下。然后今天吃中午是这个，我转过来。然后昨天想看另外一部结果也不好看了，就看那个有关那个三国的比较好看一点。然后梅雨封面可能要下一个礼拜吧，明天可能明天礼拜天你明天跟礼拜六跟礼拜天稍微点空档，明天就应该要去工地了。早上原本要去工地啊，结果又发现跟昨天是一样，又在飘雨了，没办法做，就继续睡觉。休息就这样子了，就我休息也蛮那个，就是看戏剧而已。哎呀，还不能干嘛，反正没办法，每一句就这样子了。然后厨师啊，现在通电都要厨师啊，不厨师东西很多电器都会坏掉。对，然后昨天有上传一堆影片呢，影片之前的影片都放到电脑里面，现在拿出来跟大家分享。哎呀。今天礼拜五啊，今天礼拜五了。等一下下午，我这边要整理一下，把里面那些灰尘拿来扫一扫，弄一弄。然后这边要打地铺，要重新再铺一下，铺干净一点，要把下边整理一下，因为这边很久没整理了。刚好趁这段有下雨，这边整理一下，把下面扫一扫，弄一弄，干净一些。哎，就这样子了，明天。希望天气能好一点，不要下雨就好了。阴天没关系，工地啊一样要去上梁，还有两次梁要上去。OK 啦，分享到这边啦。那喜欢的影片可以订阅哦，拜拜。OK， 中午就吃这个了，拜拜。